如果说忏悔都有用，地狱为何满座？除了神，只有我决定人的死活。子弹是红莲的野火，能让灵魂解脱。你是一，而我是你结下的果。身为暗影不闪躲，兑现光明的承诺。2019新的旅程 SH48 Group 第六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，我是何阳青青，感谢大家为我投票。